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法国娇兰的旗舰店，看一下娇兰两款产品在德国的售价。第一款产品呢是娇兰地黄蜂姿双效修护精华露，我们用50毫升的包装作为比较的对象。在旗舰店呢，50毫升的包装的售价是1790元人民币。 OK，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款受欢迎的产品，也就是这个娇兰的复原蜜啊。复原蜜呢，我们同时也选择50毫升的包装，看到售价是1120元。那如果您同时买这两款产品的话呢，总价就是1790元加上1120元，等于2910元的这么一个售价，2910元。那我们看一下在德国这款产品需要多少钱呢？这里有个网站给出了50毫升复原蜜加50毫升双效修护精华的旅行套组的价格，是 183.45 欧元。183.45 欧元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1467.6元人民币。刚才我们说过了，国内同样购买这款产品的价格的总价呢是2910元，2910元和德国的售价的差额呢有1442元，也就是说比德国比中国要便宜1400多人民币。就算我们加上这个从德国邮寄回国内的哈这个邮寄费和关税的话，大概应该是在400元左右可以搞得定，那总价是1868元左右，也比国内的2910元的价格还是要便宜了，差不多1000元人民币，还是非常划算的啊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关注这个网站来采购您需要的产品，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，了解呢最新最全的德国的优惠信息。谢谢大家。